美联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重大影响与决策。一、美联储在金融市场上有着重大影响。二、正是其政策导致了二十世纪的严重全球经济萧条。三、当监管缺失时，美联储引发了多次金融危机。四、美联储的决策能够影响全球经济。五、美联储是一个制定货币政策和印刷货币的中央银行。六、美联储是由私人银行控制的十二个区域储备银行的系统。七、理解美联储的运作方式对于理解金融市场至关重要。总的来说，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我们应密切关注其政策决策，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市场变化。